我们这一款下纱上衣，它的起针方法用的是钩针起针法，然后它身上的花纹呢，一朵花是14针16行，那我们一开始先起29针好了，我们叫两朵花，然后一开始用钩针先钩一个锁针，然后我们把它拉紧，然后把棒针放到线上面，然后再把线从第一针锁针里面勾出来，然后再把线从棒针下绕上来，再勾第二针，好，然后接着第三针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，然后我们把线放到棒针下面，然后把钩针上的这一针放到棒针上，好，然后我们要织一行正面看到的是下针，然后我们这边是背面，所以我们织的时候我们要织上针，正面才会是下针，我们要织一行下那个正面的是下针，我们先把这一行织完。好，这边是最后几针了，我们翻到正面来就要开始织花纹了。好，接着第一行，第一行的花纹呢，我们第一针不要去管它，我们就织照织下针，因为我会放一针在前面，因为这边有空针，为了织的方便，所以我一定会放一针，然后接着空针，然后左两针并一针，好，再空针，然后一二三针下针，然后接着三针并一针，中间的三针并一针，好，然后接着再一二三，然后空针，然后再右两针并一针，然后空针，一针下针，这就是一朵花的这边的。好，我们接着做第二朵花，然后开始是空针，然后再左两针并一针，然后空针，再一二三，然后再三针并一针，中间的三针并一针，好，然后接着再一二三，然后空针，然后再右两针并一针，空针，然后一针下针，这就是两朵花了。然后背面的第二行我们全部织上针，正面才会看到下针，我们把第二行先织掉。这边是第二行的最后几针了，我们把它织掉。好，然后到正面来，我们织第三行，然后第一针边上的这一针我们不管它，织掉，然后接着这是花样的第一针，一针下针空针，然后左两针并一针，好，再一针空针，然后一二两针下针，然后接着三针并一针，中间的三针并一针，好，然后再来一二两针下针，然后空针，右两针并一针，再一个空针，然后一二两针下针，这是第一朵花，然后再织第二朵花，下针，然后空针，
左两针并一针，好，再空针，然后再一二，然后再来是中间的三针并一针。好，三针并一针，然后接着两针下针，然后空针，又两针并一针，然后再一个空针，然后再一针下针，两针下针，边上的这一针。好，然后接着我们第四行全部都是织上针，正面才会看到下针。我们把第四行先织完。这边是第四行的最后几针，我们把它织完。好，我们翻到正面来，然后接着我们做第五行的，然后第一针织掉，然后再来一二两针下针，空针，左两针并一针，然后再一针空针，然后一针下针，然后接着我们可以看中间的这边就是三针并一针，中间的三针并一针。好，把位置调整好之后再一起织，然后再一针下针，然后接着空针，然后再右两针并一针，再一个空针，再一二三，这是第一朵花，然后接着第二朵花，一二，然后接着空针，左两针并一针。好，再一个空针，一针下针，然后中间的三针并一针。好，然后再一针下针，空针，又两针并一针，再一个空针，然后再下针，一二三。好，然后第六行同样，我们全部织上针，正面就会是下针。我们把第六行的上针织完，然后再来做下面的。这边是第六行的最后几针了，我们就要织掉。好，翻到正面来，然后我们做第七行的花。第七行旁边的这一针织掉，然后再来一、二、三，然后空针，左两针并一针，然后再一个空针，接着就直接三针并一针。好，然后再空针，又两针并一针，然后空针，然后再一、二、三、四，这是一朵花，然后接着再做下面的，一、二、三针下针，然后空针，左两针并一针，然后再一个空针，然后接着三针并一针。我们可以看得到它空针往中间靠拢了，然后空针，又两针并一针，再一个空针，然后再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好，四针下针。接着第八行，我们就同样跟前面一样，全部织上针，正面就会是下针。我们把第八行织完。这边是第八行的最后几针了，我们把它织掉。好，接着我们做第九行的。第九行的话，它这边的三针要做一个三针并一针，因为在这边，但是这边会少一针，所以我们这边要做一个补救。然后一开始我们就要做一个两针并一针，它这边才会把这个这一针吃掉。好，然后接着就是一、二、三，然后空针，然后再两针并一针，空针，然后织一针，空针，然后左两针并一针。好，再一个空针，再一、二、三，
好，接着我们就在这边又是三针并一针。好，我们这边三针并一针等于是并到后面这一朵花的一针了。好，三针并一针，然后再来一二三空针，然后又两针并一针。好，然后再空针，接着织一针下针，接着空针，左两针并一针。好，然后接着再一个空针，然后再来一二三，因为我们这边本来应该三针并一针，跟前面一样，所以我们这边也要做一个左两针并一针，要不然这边会多一针。好，然后接着第十行我们全部织上针，第十行正面才会是下针。好，我们把第十行织完，这边是第十行的最后几针了，我们把它织掉。好，接着做第十一行的，第十一行同样我们这边也要同样要两针把它并掉。好，并掉之后然后再来一一二两针下针，然后空针，又两针并一针，空针，然后再一二三空针，左两针并一针，再一个空针，然后再来一二，然后接着中间的三针并一针。好，然后再来一二，然后空针，又两针并一针，再一个空针，一二三，然后接着空针，左两针并一针，然后空针，一二，这边本来应该是三针并一针，因为不够，所以我们就会织两针并一针，左两针并一针把它并掉。好，然后接着第十二行我们全部也跟前面一样织上针，然后正面才会是下针，我们把第十二行织掉。这边是第十二行的最后几针了。好，我们把它织掉了，然后接着第十三行，第十三行我们同样一开始这边也是两针并一针并掉，然后织一针下针，空针，又两针并一针，然后再一个空针，再一二三四五，五针下针，然后空针，然后左两针并一针，然后再一个空针，然后织一针下针，然后再三针并一针，中间的三针并一针，然后接着一针下针，然后空针，然后又两针并一针，再一个空针，再一二三四五，然后空针，左两针并一针。好，再一个空针，织一针下针，这边两针要把它并掉，如果花更多的话，这个就是三针并一针。好，然后我们反到背面来，背面十四行我们跟前面一样都是织上针，然后前面那个正面才是下针，我们把十四行的上针织完。这边是第十四行的最后几针，我们把它织掉。好，接着到第十五行，第十五行我们同样这边也是先把它并掉，因为本来这边应该是三针并一针的，跟前面这边的花一起的，然后空针，然后再来两针并一针，是又两针并一针，然后再一个空针，然后一二三四五六七空针，然后左两针并一针，
再一个空针，然后接着就直接三针并一针，然后接着空针，又两针并一针，再一个空针，然后再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，然后空针，接着左两针并一针，然后再一个空针，接着我们这边也同样跟前面一样，这边本来也应该做的是三针并一针，因为跟后面这边的话，这边没有，后面没花，我们就两针并一针要并掉。然后接着第十六行同样，我们背面这边全部织上针，正面就会是下针，我们把第十六行织完，然后翻过来正面看它织出来一朵花的样子。这边是第十六行最后几针了，我们把它织完放到正面来看 织完整朵花的那个样子。好，它整朵花织出来会是这种样子，然后接着从头再织，它整朵花织出来会是这种样子，我们等于是织到这边，从头再织，从头再织，这种织法，这织出来整朵花就是这种样子。我们这一件下纱的花纹我又多织了 一朵，然后它会出现这种样子，这就是我们织出来的样子。由于这件衣服全部都是下针，所以它下摆会很容易卷，会不好看。我们下摆的处理方法就是从第一针开始先勾一行短针，好，从第一针开始先勾一针出来，我们这边的线我们要把它藏起来，就直接捏在手上，然后从第二针再勾了之后一起勾掉，第三针，我们每一针都是要勾短针，全部都勾到，这边也同样勾一个短针出来，这个线头一定要把它藏进去，要不然会不好看。整圈我们这种勾短针整圈都要，像衣服的下摆袖口的螺纹也就是这种处理方法，还有衣领的螺纹，它的做法完全都一样，先勾一行短针。好，我们先把短针先勾过去，它这种衣服的花纹会有些泡泡的这种感觉，织好了之后记得大家可以用熨斗稍微把它定型，它就会很好看了。我们这边的短线，我们在记得织衣服的时候
可以留长一点，用来缝这边旁边斜边，所以这边的线不用去长针，把这边的线不用去长线。好，我们到头之后，我们记得我们要勾一个是回针，也有人称它是倒针。我们勾的方法就是针直接往前往后退，我们这边是这一个短针，我们线往后退到后面这一针，从后面拉一针出来勾掉，然后再退一针，然后再往后退。好，再往后退，从这边再下去，就是每一针都往后退，再勾下去，然后再往后退。然后再往后退一针，就每一针都一样。我们把它倒退到头，倒勾到头，把这一行整个勾完，再给大家看勾出来的样子。最后一针呢，我们也同样要勾掉。好，我们这样勾出来的螺纹会成为这种样子，衣领的跟袖口的也是这种同样的勾法。